尹继善翻起袖里子，双手捧诏书，小心翼翼地放进匣子。哦，弄不下去了。又把信折起，塞进袖子，看也不看张秋明一眼，说道：所以，你又来找我。如今你成了我的一块臭膏药了，贴上要寻我的事儿了。张秋明冷笑道：哼，志台是江南王嘛，有您撑腰作对，下头人谁还听我的？您就要走的人了，横身和我们属下打别扭，这何苦呢？再说一枝花一案是我聂司衙门主办，如今下面厅里的司员都径直向您汇报，把我这案查使倒撂在一边了，今年刑部的案会叫我怎么写呀？尹继善看着这位整日巡视的下属，半晌突然一笑说：你天天来说一枝花，其实当初这案子最早是交接你的，你没有理吗？我忙极了，只想告诉你，你没有一个字说对了。这是总督衙门所有江浙两省的军政、民政、财政、学政、法司，没有我不能管，没有我管不到的。你是听参的人，还是本分一点，小的一点上下之礼。从明日起，我的哥什哈就要把你拦在仪门外。真奇怪，我怎么会选了你这么个人来做聂司？想起来就羞死了。自从上次当众举语，这个张秋明突然变得疯了一样，三天两头来缠尹继善，有时连会都议不成。尹继善也只是耐着气儿，冷冷打发他回去。今日第一次发作，连一句脏话也没有，却字字如刀似剑，若冰若霜。旁边站的哥什哈都听得心里发毛，张秋明也被他激得打个愣，说道：你不见我？就是张恒臣，他敢说这话？他不敢，我敢。我立时要见巡抚，翻司们议事，你请假吧。我不走，你侮辱士大夫，我要辞职。你就是这一套，我看你少来我这里，多去瞧瞧郎中，恐怕你有失心疯病。尹继善冷笑着起身，端茶一啜，拔脚就走，头也不回地说道：我到西花厅议事，张大人愿走好生送，愿留好生看茶，不许慢待，他有病。众哥什哈一个个绷着脸暗笑，纷纷答应领命。张秋明气得癫子一样，口中叫着：你小尹才有病，你才发疯。一边向外扑，早已被两个哥什哈架着拖回来，往椅子上一搡，说：您大人安分着点儿，别叫我们做下人的为难。此时恰范时节、道尔吉从仪门进来，后头还跟着刚从北京赶来的刘统勋、黄天霸。道尔吉前头先倒，依让着刘统勋进月洞门，听见这边嚷嚷都偏过头来看。尹继善已走上花厅台阶，又回不来营，笑道：哼，那是个官场失意、贪迷心窍、百药不入的人，理他做什么？前脚接傅六爷信，后脚延请你们就来了，好快的腿子呀。刘统勋知他说的是张秋明，便随着走进花厅，落座接茶，说：在承德皇上召见，说起过这人，皇上说隔山拜佛不敬佛，到他当宰相，无山可隔，
就好当曹操了。把他贬到广州九品县城待选，重新拜起。说的众人都笑，尹继善见黄天霸垂手站着，只坐说：“天霸已是天下第一名捕，还和我闹客气啊？”黄天霸才一手斜牵着坐在一边。范时杰是个一喝茶就出汗的人，摘了大帽子，开着前额说：“纪晓岚这一次算是造起了一个大声势，他大不易呀。不过我心里还犯嘀咕，天下图书都收，都用车送北京，怕紫禁城也盛不下呀。还要看，要删，要改，要校，要编，那是多大一部《四库全书》啊！”刘统勋笑道：“那是你读圣谕读得不仔细，不是见书就收，是要真版密藏，不然北京城腾空也盛不下。饶是这样，文渊阁里现在书堆得已经没有插脚的地方了。”尹继善用扇背轻拍手心，莞尔一笑说：“这部书大得很了，我粗算过一笔账，修编学者没有300人，擅录人少了4000，没有20年功夫，此事办不下来。什么永乐大典，又是古今图书集成，比起来都成了这个。”他伸出小指甲掐了一下，又说：“不过咱们还说咱们的正经事吧，天霸，你见过这里巡捕厅江定一没有？”黄天霸听他讲说，修一部书要费这么大精神气力，心里正惊讶嗟叹，被这位思绪敏捷的青年总督兜的一转，问到了案子，怔了一下才说：“表下已经见过江头了，还有马总头也见了。这个案子江头只打外围，真正进一枝花风水地里汤的全是退休的老衙役。当初离南京我还心里别扭，后来越看刘大人和尹大人的决断，真是人神不测。一枝花现在在燕子矶、老故宫、虎踞关和玄武湖北极房屯四处厢堂，有厢众约2300人上下。灵谷寺南屯旧五通庙处设有一座总堂，总堂管着全省13处厢堂，南京的4处只是代管，总共有在堂徒众14000名。敌情就是这样。”刘统勋边听，目光游移不定，似乎在搜索着什么。“一枝花呢？这些厢堂里都有我们部的眼线吗？”黄天霸说：“总堂和南京各厢堂都有，下面县里有的有，有的没有布线。有的县厢堂只初一十五聚半个时辰就散了，诡秘得很。燕入云再三打听，他也真费了心呢。一枝花似乎确实不在金陵了，他心绪很坏，找不到一枝花想自杀，也要防他访到一枝花后通敌逃走。我两个太保跟着他，就为防他这一手。朱少祖和梁富云都是精干的人，失不了事的。”道尔吉已听过江定一汇报几次，略知案子头绪，便说：“像燕汝云这样的，干脆补进你的太保里头，有功名系着他，就不会跳槽了。”黄天霸笑道：“哈哈，爷不懂江湖里的事。13太保变了14太保就不香了，像燕入云也是无可奈何才跟了我们，与其用功名诱，不如鼓动他报仇，杀胡印忠来得实在，但也可用功名虚诱一下。我还想请示延清大人能否接见他一次。”刘统勋说：“我们就不用见了吧，待他立功之后再见如何呀？”尹继善知道刘统勋是自金身份，
想想也有道理，又怕黄天霸失望，遂说：不妨先记他一个千把总，且在你底下办差，待这案子有了眉目再见他不迟啊。他现在还是个没有身份的戴罪囚徒，善听善见，与朝廷体面有损。刘统勋说：元长，照天霸方才说的，江南省匪情已经清楚了，我看可以动手脚了，只是点点线线的太多，要一起动手，一夜之间全部拔除，单靠巡捕厅是不成的。我看可以让天霸主持，驻江南各地露营兵来一管带，会议一下，同一日动手，这样可免消息走漏。袁长以为如何？尹继善两个铁胡桃在手中刷刷地转着，沉吟说：这个不必。一枝花在各地香堂原都有明摆着的，不过仗些邪道法术，或驱鬼驱狐，或跳神去坛，哄着渔夫渔妇入会，这一万多人断不能按逆罪对待，不小心激出大变，反而更不美了。我赞成全省同时行动，但最好不要开会，用我的令箭。咱们商量好了，某日某时同时发往各县，只叫驻军戒严待命，还由各县捕快去，只把各乡堂为首的缉拿起来，出告示令其余入会人到官衙自行首告，他们摊子坏了在窝里泡，没有个能再藏身作乱的。南京这几处声势可以大些，动一动兵助威，乡堂里要紧徒众一体擒拿，然后取保待看，不然监狱就挤不下了。他拉开闭目，口说手指，哪一处关防由哪一部行伍负责，何处关隘道路应如何设卡，都一一指示详明，笑说：延清来信，我就想这事儿了，只要一开会就走漏风声，这种事要迅雷不及掩耳去做，又要持重有节，平平和和的办。太平了多少年，一下子各地大兵进宅，各城戒严，凭空添些戾气出来，于人心不利啊。延清兄，您看呢？刘统勋钦佩地看着这位气度雍容的总督，刚近中年的年纪，却早已开府建衙，十几年任方面大员，两代皇帝对他荣宠不退，笑着说：替你地方想得不周了，袁长请谅解，这个策划我看无可挑剔。天霸，学着点，过去有个李卫是机道总督，政治上肯采人言，自己却粗疏无学，袁长这是从经书阅历里得的大道大学问，你不容易呀。尹基善说：身在此处不得不然，江南是朝廷的粮库钱库，又是人文圣地，要越太平越好。天霸，出力的事交给你了，延清公和我坐镇总督衙门，专等你的捷报，这个差事办好，我和延清合辙保你个副将。谢尹大人、刘大人抬爱垂青，刘大人的训诲标下都铭记在心里，永志不忘。黄天霸又是感激又是佩服，更是激动。黄某是一个开镖局走江湖的，能得二位大人如此知遇之恩，万刀加身不足为报，只是如此一般，镖下深恐一英等人畏惧网罗远走高飞，将来缉捕不易，实是终生之憾。刘统勋目中悠悠闪着绿光，咯咯一笑说：这个不要紧，在承德我向皇上恳切地奏过，皇上说稳住大局，拔掉江南大患比什么都要紧，你拆了他的庙，他就得当走方和尚，世上是有的怕打草惊蛇，有的就要打草惊蛇，朕就要看
这女人在这一朝能弄出什么名堂？朕要活的一枝花，瞧她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妖精。她没有根子，充其量不过是个逃犯，哪个县的衙役都能办了她。圣上有这旨意，我们可以放胆做去。几个人聆听乾隆的话，早已都站起身来。尹继善说，圣虑高远，就照着旨意，咱们尽力而为。刘统勋笑道，你们还有事，我不再打扰了，和天霸我们回去合计一下，再来请你的令箭。说罢辞出去，因见张秋明背着手仍在牵押房里转悠。刘统勋招手叫过哥什哈，说，告诉张大人，尹继善留任南京总督，不去两广了，见面的日子有着呢，请他回府，不要扰乱公务，实在想不开，到驿馆来见我刘统勋。说罢向送行的尹继善一一去了。尹继善也不理会困兽一样红着眼盯自己的张秋明，道尔吉打心底里腻味张秋明，一落座便说，这种人在我们蒙古叫老牛皮筋，什么样的宝刀都切不断的，部落里出这么个痞子，老人们一商议就砍去喂鹰去了，和他客气什么？皇上有旨意叫他去当县丞，我明天就给他放个圈，挂牌子叫他滚蛋。尹继善绝不生气，摆手请二人坐。汉人也有叫痞子或者叫滚刀肉的，气量也是本领，还是等着部里票你来了再说。范时杰说，说怕他去寻刘统勋的不是，那太失金陵官场的体面了。尹继善说，刘统勋一辈子专门对付这种人，刀下不知死了多少，他真敢去未必能像我这么客气啊。咱们还是议一下征借典籍的事儿吧。范时杰嘘了一口气，总督和巡抚不是上线下属，总督偏于军政，巡抚则偏于民政，征集图书当然是他的差事。想了想说，我自问财力断然不及袁长万一，所以还是唯你马首是瞻。征书已是天下皆知，但各省都还没动。一是借，是书主自己来报，还是官府去登门借？借就有还，借据怎么打，谁打？借来书交给谁，又怎么交？将来怎么个还法？有的是真版，借要有押金，购要有购价，这书价怎么评？怎么量？银子从哪项开支？还有哪些书征借，哪些书不征借，也都要有个细则章程，高低宽严都要得宜。这件事看似容易，办起来棘手繁难呐。道尔吉说，老范说的是啊，比如我已经有信了，票你离任出缺，没有章程，连银子也不敢批，批了我再一走就变成了亏空。有些书是很值钱的，卖到万金以上的宋版书我都见过。还有个古董鉴别的事儿，该由谁来办？我说心里话，制台不妨委员直接到藩司专办这差事，要怎样我都没有说的，要依着我的本心，宁可等，等别的省有了成立我们也好办。范时杰笑道，老道怕亏空啊，现在早已有人闹起亏空来了，你担心个什么？道尔吉道，我也没那个担待，朝廷征书我来担亏空也没这个理呀。